跑赢了。哎，你很滑的，我就不去。茄子，哎，哎，不要跑赢。哎呦，陈老弟，等等我们，你跑太快了啊！哎，停！你这茄老板身体这么弱，怎么跑起来能嘎垮啊？啊，废话，你和三岁小孩跑，你看你累不累？哥们，你在哪弄呗？啊，神仙带了。你脑子坏掉了？这么早我去哪里买神仙？搞鬼子，假装带了。是。啊？哦。哎呀呀，哎呀呀呀，跑不动了，跑不动了。哎，肚子饿了，弄两个生煎馒头的蛋。对哦。哦哟，这香的。别过来，你跑过来，我们两个从后面抓住他。哎呀，这湿哒哒的呀。嗯，好香哦。哎，这湿哒哒的呀。哦哟。真香啊！给，给，给起！三，不对，两，两只钢柱。哎呦，老滑头！我说陈山门槛怎么这么紧了？驾船呢？哎，爆头了，爆头了！追追追，快！要不是你告诉我周海潮已经死了，今天我在荒木爷面前绝对绷不住。幸亏你懂日语，不然这次我死定了。絶対に死なせてはならない。唯一の残った手がかりだ。我也是听到荒木爷说，要不惜一切代价救活那个嫌疑犯，因为那是唯一的线索。如果周海潮还活着的话，就算另一个嫌疑人被救活，也不能算是唯一的线索。但是另一个人到底是谁呢？我当时就在想，会不会是老费啊？不会，千田英子认识老费。如果是老费的话，当场就会不惜一切代价救活他，用不着等荒木爷来了之后再下命令。也对，如果那个嫌疑犯跟周海潮是一起共谋的人，也不用等到现在才来下这个命令啊。还能是谁呢？哎，会不会是飓风队的同志？我跟陶大春约好了，一会儿会有人在门外叫卖。如果事情办得顺利，就是天津带麻花；如果办砸了，就是毛菜刀。麻花，天津大麻花，麻花，天津大麻花。看来不是飓风队的人。哎，对了，小婉怎么会提前知道周海潮的行踪啊？我们最近还是先不要联系小婉了，万一被荒木爷怀疑到他身上，那可就麻烦了。哎，哎，老人家，问你个事儿啊，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大概这么高、这么胖、和你年纪一样的老爷子？没见到。那村口往哪里走啊？村口在西边，顺着这条道一直走，右拐再左拐。哦，瞎弄啊，往前走。哎，谢谢啊。哎呀，不客气。往左，然后往右，往右再往左。哎呦，他说的是往左再往左。哎，猜到了。皮奇，看看我把谁带来了。哟，拔牙的。小夏，你不是被日本人抓走了吗？你他逃出来了。
而且你这个变样子了，你这真好看，哎。他能看见了，你认识我？小夏，你真的可以看见了？那我是菜刀，我是菜刀呀！我知道，你是菜刀，你是宋大皮鞋，你们都是我小哥哥的好朋友。真好，小夏能看见了，山哥这下要开心死了。山哥去哪儿了？怎么没来呢？山哥说了，他那边呢有点事情。让我带着陈夏把金望舒接回去，要不然他顶头上司会怪罪他的，知道了吗？现在我要带他立刻回去。金望舒呢？跟丢了。什么？跑丢了？什么时候？在哪里？大概有一刻钟了。我们转了好几圈了。你们是干什么的？跑得太快了。我们一家四口曾经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。啊？你们在这个地方住过的？哎呦，刮的跑得来快得不得了！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他在哪里了。你们跟我来。老爷子，把你火救用一下。老爷子，老爷子，嘿，老爷子，陈金梦，陈金梦，陈，哎呦，陈夏小姐，误会，误会。是我带陈静旺出去的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我不知道是您带出来的吗？啊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你也知道，我就是奉命行事啊，还望陈夏小姐多多见谅。出去。嘿。走。怎么了？小白女人，我的。爸，爸，我是小。小白女人。爸，娃子。爸，我是小夏呀。爸，怎么一你娃子？Thank you.
汪母威还是没有对我们放下戒心，咱们被软禁了。我猜他在等那个正在抢救的嫌疑人的消息，就是不知道那人到底是谁。既不是老费，也不是飓风队的人，因为他们已经传递了一切顺利的消息出来。我现在担心的是陈夏和老东西，希望黄木梅别找他们麻烦。喂，我是陈山。好，马上到。让我们到医院去见嫌疑人，而且指定你跟我一起。那个嫌疑人难道是小婉？黄木先生，小婉，小婉，小婉，醒醒啊！你没事？医生，病人情况现在怎么样？病人现在是左臂骨折，身上中了两枪，分别是头部和背部。背部子弹没有伤及要害，我们已经取出，但是头部子弹位置太险。再深一分就会伤及元髓，立即丧命。如果非要手术取出子弹，风险太大，他极有可能死在手术台上。医生，拜托你，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救他，我求求你了。现在他暂时是昏迷，但我们已经止住了他脑内出血，只要不出现感染恶化等情况，他暂时也没有生命危险。那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？这就要看病人自己的造化了。医生，谢谢。啊。于小婉怎么会出现在海半仙茶楼呢？那你得问他呀。据千田说，他当时拿着一把菜刀，发疯似的追赶周海潮。哎呦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仇恨，让一个冷静的女医生变成了一个疯妇。于小婉是一个敢爱敢恨的重庆女孩，周海潮是杀死肖正国的仇人，她恨他也正常。那他是不是也应该恨背叛他的你们？他应该恨我们，有的时候连我自己都恨我。那为什么这看起来你们似乎相处得不错？其实女人有时候很傻的，她只是在爱与恨之间选择了爱，放下了恨。我帮你。梅文书店查过了吗？查过了，但是我并没有发现任何的可疑之处。哎，也许是我们去晚了。荒木先生，你相信这一次陈山真的是清白的吗？
陈山果然是有几分本事啊，能让两个女人相安无事、和平相处。那您觉得，会不会有这样的可能性？于小婉突然出现在海半仙茶楼，其实是为了给陈山通风报信而去的。你之前说过，你当时看到过疑似费正鹏的可疑人物。于小婉突然出现，闹了那么一出后，这个疑似费正鹏的人就趁乱逃走了。所以我才怀疑陈山其实已经在现场，只是他没有现身罢了。不过他这个人还真有本事啊，让这个重庆女人那么的为他付出。只可惜周海潮现在人也死了，我们也死无对证了。陈山如果真的是奸细，我不相信找不到任何的蛛丝马迹。派人盯着他和张离，有任何的异动抓。是。黄木先生，我还忘记告诉您一件事情。今天陈夏带着陈金旺离开了大庆里一段时间，具体去向不明。知道了。说过，你不是我的亲人，但胜似亲人。你的亲人都在这儿呢，你快醒醒好不好？这串珍珠项链啊，是我们俩一人花一半钱买的，是属于我们俩的。我就是要违规，我哪儿也不去，我今天就守着我李姐了。干嘛呢？赶紧给我李姐松绑啊！你给我李医生，你别逼我对你动手。动啊！你动一个试试。你要是再晚来一步啊，我哥就有罪受。你可是我割头换命的姐妹，她要是敢动你，我跟她拼命。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？现在我们只需要静静等待结果。肖正鹏会平安无事的，你不要担心。我要是连你都不相信的话，那世界之大，我于小婉还能信谁呢？小婉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可是我割头换命的姐妹，这么重要的日子，我怎么能不来呢？我来给她做手术，我是重庆宽仁医院的外科医生，我救她。不是受任何人之托，而是念在我跟她昔日的姐妹情谊。小婉，放心吧，有我在。李姐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李姐，你们好自为之吧。还真是个有担当的男人，是我死缠烂打。你可以护着你的新欢，但没有必要把我往死里踩吧。我今天就不应该来自取其辱。从今往后，我跟你们，我们不到黄泉，不相见。你一半，我一半。从此以后，我们不再是亲。上一次
是你从鬼门关把我抢了回来。这一次我能不能把你抢回来？青花，你张开嘴跟我说一句话好吗？青花。小婉，你张开嘴跟我说句话好不好？你醒醒吧，小婉。你今天见到陈山了，他对你说了什么？小哥哥本来说要带我去大世界玩，但他没来。他为什么没来？小哥哥本来说立冬的时候带我去玩，是我太想去了。所以你没有等到他？是，我没有等到他，所以我就去看爸爸了。在我小的时候，我们一家人在郊外的枫金镇余良村住过一段时间，爸爸一直很喜欢那个地方，所以我就带他去故地重游了。你的父亲身体不好，以后要少带他出去。小婉，虽然这些珠子少了一颗，但是他们也应该在一起，永不分离。可能有尾巴，我只能待几分钟。长话短说，先汇报你那边的情况吧。维文书店跟海半仙茶楼都暴露了，不能再当接头地点。我们已经猜到了。荒木唯暂时相信了我，但是周海潮临死之前透露了什么信息我不知道。我建议咱们最近不要接头，飓风队也暂时蛰伏起来。可以暂不联系，在重庆啊刚传来最新的任务，紧急程度为一级，需要你尽快开始调查。什么任务？军统第一处有个叫黄志忠的，他盗取了重庆兵工厂分布图，已经悄悄来到了上海。所以现在他是要拿这份分布图跟日本人投诚？这应该就是他来上海的目的。也就是说，现在有一个人拿着真正的重庆兵工厂分布图，只要他把这个图交给日本人，我之前那份假图马上就会暴露。
所以，这个人不除，你和张离就不可能继续潜伏下去，必须要在他见到日本人之前除杀他，劫回分部图。真的？那老子一天一天的跟日本人周旋，他们在背后放冷枪的。只要有人的地方，就会有冷枪。只是黄志忠的事情是个意外。意外？什么意外啊？ 先有周海潮，后有黄志忠，个个都能将老子的军，军统要是把这个本事拿去打日本人，国民政府就不会退到重庆去。军方队已经派人探查了，但没有发现黄志忠的踪迹。所以你现在要密切关注荒木伟的动向，一旦发现黄志忠与他联络，立刻通知军方队出击。有这个人的资料吗？ 目前只知道他是一处的，35岁，山东人，身高约1米7左右。因为日本人最近对电台查得太严，暂时还没有更详细的信息，我会尽快设法与重庆联系。一旦有了新的信息，立刻通知你。照片有吧？总之，如果有人秘密去会见黄某为，你就要高度警惕了。 我连个照片都没有，我拿什么高度警惕啊？现在不是发牢骚的时候。我发什么牢骚了？麻田、银佐、荒木惟，日本那么多特务头子，我怎么知道他交给谁？当然了，其他日本高层身边，我们也会有所安排。好，保证完成任务。 要紧的事说完了，还有一件事，你必须给我一个解释。之前飓风队行刺麻田之事，是你阻止的。张离为什么偏巧就在那列火车上？他去广州做什么？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们一个交代？这个事情，我想单独跟你说。 我先走一步。说吧。那天那辆火车上，不只是张离，小婉也在。你找到小婉了？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？本来是想。 让他到安全的地方再告诉你的。他现在在哪儿？他在同仁医院，头部、背部都中了枪，昏迷不醒。能不能醒过来是个未知数。想到，为什么会是这样？ 夜半仙查漏用埋伏的事情，就是他告诉我的。周海成，你王八蛋！原来是他，我当时。 多看他一眼，也许我能救他。这个也是个意外，怎么会是这样？怎么会是这样？ 我去他住的地方看过，应该是周海潮先找到他。他知道周海潮要对我们不利，所以先跑到海半仙茶楼拦截。说完了，他是为了你，他来上海是为了你，他去海半仙茶楼也是为了你，他的一颗心全都在你的身上。
可你为他做了些什么？你只会让他哭，让他伤心，让他受伤。你还做了什么？能做的我都做了。我为什么要阻止飓风队炸麻田？就是因为张离和小婉都在那辆火车上。我不告诉你，我让张离送他去广州，就是为了让他远离危险。要不是张离机警，飓风队炸麻田那次，小婉已经没命了。我做了什么？要不是飓风队莫名其妙的坏事，现在小婉已经在广州了，根本不会有今天的事儿。我想去看看他，真是。我想去看看他。好，我来安排。你这是在跟人捉迷藏呢，是不是喝了花酒欠了人家姑娘钞票啊？我欠谁的也不敢欠唐小姐的，肋骨可没有铁棒子硬。唐小姐出现的这么巧，该不会是受人之托吧？说对了，石一已经料到你的处境了，所以叫我来看看你。一呢是确认你们的安全，二是让我替他传个口讯。目前是安全的，但是我不能在他们视线中消失超过半个小时，恐怕就会引起怀疑，所以我现在不能见他。麻田科长经历过刺杀风波，大难不死，所以我明天晚上可以以此为由，在华茂饭店给他举办一个宴会，你们可以在宴会上碰头，我来安排。好，那也麻烦你帮我给他传口信。说，有一个从重庆叛逃过来的军统，叫做黄志忠，让他想办法帮我查一下。好，记住了。所以现在陈老板打算让我送你去哪里呢？就把我送到碧勋路吧。行，坐稳了。我就知道你会来的。只是荒木已经来过了。这么好的茶，不请小哥哥喝一杯吗？
难道小哥哥就没有什么想跟我说吗？究竟干什么去了？你就不能告诉我吗？我晓得我对你食言了，但是你要相信小哥哥。从小到大，我答应你的事情早晚都会做到的。我也答应过你，我不会把我们在大世界有约的事情告诉任何人，所以你可以放心了。我只是告诉花木君，我带爸爸去余良村了。小夏，你有没有想过离开这里？我也希望，但我觉得。小哥哥，你总在瞒着我什么？小夏，有些事情我隐瞒，对你撒谎，恰恰是因为我在乎你，你懂吗？没事吧？没事。我去了小婉的住处，有被绑架过的痕迹。应该是他知道了周海潮的计划，拼了命的想救我们，要把消息传递出来。现在小婉能不能醒过来，我们也只能听天由命了。我现在担心的还有另外一件事。黄志忠是谁？重庆方面的一个叛徒，带着兵工厂分布图跑到上海来了，应该是想跟日本人做交易。重庆怎么会出这么大的纰漏？虽然我在重庆待的时间不长，但是军统八大处的那些人里边，有希望往上爬的，整天想的就是勾心斗角；没机会往上爬的，就只知道混吃等死。就这么一群人，弄出什么事情我都不奇怪。如果兵工厂分布图落到日本人手里，你我的安危倒是小事，重庆全城百姓乃至全国的百姓都会因此遭殃的。所以分布图绝对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。怎么了？我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想的都是自己的安危，你却能想到那么多人，这是不是就是你们说的信仰？心怀天下百姓，就是我们的信仰。我们要想办法尽快联系到钱世英，把这个事情跟他汇报。我已经让唐小姐给他送信了，明天华贸饭店的宴会上，我们应该可以见到他。现在华木伟盯我们盯得那么紧，人多眼杂，明天宴会上，你也要尽量避免跟他过多接触。会见季行事的。